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第七，吉祥宝，吉祭宝香障海。诸佛子是莲花因陀罗王香水海的右旋，持有香水海，名吉祭宝香障。世界中名一切威德庄严。以一切佛法轮音声为体，此状金刚宝光云而发其上。佛刹威神入世界为要，统一清净，佛号莲花眼。此善佛刹威神入世界，有世界名喜见音，佛号生喜乐。此善过佛刹威神入世界，有世界名宝香，名宝庄严床，佛号一切智。此善过佛刹威神入世界，有世界名多罗华普照，佛号无垢寂妙音。此善过佛刹威神入世界，有世界名变化音，佛号清净空智慧月。此上过佛刹威神入世界，有世界名众宝坚错，佛号开示福德海密云相。此上过佛刹威神入世界，有世界名一切庄严具妙音声，佛号欢喜云。此上过佛刹威神入世界，有世界名莲花池，佛号明成床。此善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一切宝庄严，佛号贫身观察眼。此善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净妙华，佛号无尽金刚智。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莲花庄严城，佛号呢日藏眼普光明。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无量树方，佛号一切法雷音。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日光明，佛号开示无量智。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离子莲花叶，佛号一切福德善。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风普慈，佛号日耀根。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光明显现，佛号深光普照。史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香雷音金刚帮普照，佛号呢最胜花开福相。以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帝王庄严，行入网寻，以一切庄严海柱光焰楼阁云弥法其上。二十从佛刹威神树世界为要，统一清净，佛号呢示现无微云。第八，宝庄严海。诸佛子啊，此吉祭宝香障香水海的右旋，
持有香水函，名宝庄严。世界者，名普无垢，以及微尘中佛刹神变身为体。此中最下方有世界名净妙平坛，行入宝山，一切宝光轮海座，种种旃檀摩尼珍珠云弥法其上，佛刹为陈述的四句眷属，统一清净。佛号南垂佛无等床。水上故佛刹为陈述世界，有世界名资严妙庄严，佛号莲花会神通王。此上过佛刹为尘数世界，有世界名微妙香轮床，佛号十方大明迷大明称，十方大明称无尽光。此上过佛刹为尘数世界，有世界名焰藏摩尼妙庄严，佛号大智慧，见闻皆欢喜。此方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妙华庄严，佛号无量力最胜智。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出生敬畏神，佛号超胜梵。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普光明变化香，佛号香象金刚大力士。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光明玄，佛号一乘善明乘。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宝璎珞海，佛号无比光遍照。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妙华灯窗，佛号究竟光明无奈慧灯。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善巧庄严，佛号慧日波罗蜜。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旃檀华普光明，佛号无边慧法界音。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帝王床，佛号灯光回照。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净华轮，佛号法界日光明。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大威耀，佛号无边功德海法轮音，佛号开示入不可思议智。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平坦地，佛号功德宝光明王。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香摩尼聚，佛号无尽福德海妙庄严。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微妙光明，佛号无等力普遍音。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十方普坚固庄严照耀，七行八月以新王摩尼宝海座，一切宝庄严藏，宝庄严藏云弥法其上，二十佛刹微神树世界为耀，统一清净，佛号普严大明灯。诸佛子，此宝庄严香水海右旋，次有香水海名金刚宝具，世界种名法界行，一切菩萨地方便法音声为体。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耀，统一清净，佛号的最胜功德光。以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妙盖，佛号法自在慧。以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做宝庄严的狮子座，佛号大龙渊。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出现金刚座，佛号生狮子座莲花台。此上佛刹为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圣华圣音莲花圣音
佛号智光普开悟。以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善观喜，佛号慈地妙光王。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喜乐音，佛号法灯王。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摩尼藏因陀罗王，佛号不空见。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住妙地藏，佛号焰神闯。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金光轮，佛号净智众生行。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须弥山庄严，佛号一切功德云普照。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众树行，佛号宝华相净月觉。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无不畏，佛号最上金光聚。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大明成龙王床，佛号观等一切法。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四现摩尼散，佛号变化日。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光焰灯庄严，佛号宝盖光遍照。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香光云，佛号施为慧。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无怨仇，佛号精进胜慧海。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且庄严具光明床，佛号普现月意莲华自在王。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豪相庄严，形如半月，于须弥山摩尼华海座，一切庄严资严光摩尼王云弥法其上，二十佛刹维生素世界为要，统一清净佛号清净眼。诸佛子持金刚具相随海的右旋，次游相游海，名天成宝蝶音，宝蝶音蝶。世界中名灯焰光明，以普世一些平等法轮音为体。此最下方有世界名宝月光焰轮，形容一切宝庄严海座。琉璃塞狮子坐云而法其上，佛刹维生素世界为要，统一清净佛号日月自在光。以上佛刹为过微尘，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海名须弥宝光，佛号无尽法宝床。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众妙光明床，佛号大华具。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摩尼光明华，佛号人中最自在。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普音，佛号一切自偏障。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海名大树紧诺罗音，佛号无量福德自在龙。以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海无边的净光明，佛号功德宝华光。以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最胜音，佛号一切自庄严。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有世界名众宝坚实，佛号宝焰须弥山。此上过佛刹维生素世界，
有四界海，名清净须弥山，佛号出现一切行光明。此上过佛刹为神树四界，有四界名香水盖，佛号波罗蜜无奈海。此上过佛刹为神树四界，有四界名狮子华王，佛号宝焰藏。此上过佛刹为神树四界，有四界名金刚妙华灯，佛号一切大愿大愿光。此上过佛刹为神树四界，有四界名器一切法光明地。此上过佛刹为神树四界，有四界名琉璃华，佛号宝吉藏。此上过佛刹为神树四界，有四界名无量妙光轮，佛号大威力智海藏。此上过佛刹为神树四界，有四界名明见十方，佛号净修一切功德床。此上过十过佛刹为神树四界，有四界名可耐梵音，行入佛手，以宝光王海住菩萨身，一切庄严云而否其上。二十佛刹为神树四界为要，统一清净，佛号普照法界无奈光。清凉国师跟我们说，这些刹名、佛名，说你呀都能理解了，不要去解释了。这是《大方广佛华经》第九卷，咱们念了一个《大方广佛经》第九卷。这一下还多，还多。以下还有一卷吧，咱们这一气呀、念了一卷呢，以下再一气又念一卷，这叫华藏世界。还有十几分钟啊，不再念了。是非经过不知难呐、一些事啊自己没做过的不知难处。我在西藏的时候，我的老师传这个大藏经的经藏寡传经藏，他念了100天，早晨6点到晚上6点，中间12点钟，中午吃吃饭解个手，耽误1个小时，就这么念，念11个钟头。大概我们受这个，它叫传承啊，我们领受传承的人呢，大概也有像这咱们这些人数吧，好几百人，做的人简直受不了了。那这个我这上司在座上就这么样，比我还快。他那个本子不是我们这个本子，是那个藏的，他就薄地得两手翻，大概有这么宽，有这么长，就薄地一卷有这么厚，就是两手翻，一边翻一边念，一边翻念，比我念得快。我这才念了1个多小时，这才是华藏世界品的2到3，3还没念呢。大家听了就听个佛名号就好了，你听的好多佛名号呢，20重的世界佛名号，咱们这是举为首的，他还有他眷属呢，都包括在内了。咱们听见说拜那个千佛忏，拜万佛忏，1万佛，
你这个二重重世界所有的佛呀，可以说万万万万万，你算去吧，算不出来数字了，无量佛。华严经的书上就在这个地方解说呢，咱们这个智慧是没办法解说的，所解说的都是一个现象，达不到本质了，是读就行了。读华严经的称为华严菩萨，不是说你讲解了，就说你读。咱这不有一般的道友们天天都在读吗？他们都是华严菩萨。西藏的一个庙堂的护法，谁的庙堂呢？文殊师利的庙堂，妙吉祥的庙堂，他的护法。那个神，庙堂的那个神，守护神，到我们大陆来请一个送华严经的师父，请他去送华严经，称他为华严菩萨。所以从历史上读华严经的境界，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不理解，正因为你的不理解，你的智慧啊，这叫不去分别，不去分别，假不分别的这个智慧叫无分别智。但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道友们赞叹，我念得好，赞叹法呢来点脑壳，那他听着讲着就是点脑壳。虽然如是，你的功德寡人听一听，因为华严经从来很少讲功德，很少讲福德，专讲智慧。这功德呀，它是没功德的功德是不可计数的，它一举都是世界微尘数，把世界抹为微尘，一微尘算一个数。又是功德是拿这样来计算功德的。我们能遇到华严经已经不可思议了，而那还是读诵，还能学，这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说大家读普贤横品的时候，读普贤横品的功德，微佛与佛乃能知道，其他的诸大菩萨都不能知道这个福德，原因就在此。没错，他这个不可思议经典有不可思议的智慧，这是不可见相的，不可琢磨的。你说没想，怎么想得到？怎么想得到？没法想，因为我们这是越，我们这个思想不是智慧，机会开点智慧。一般的菩萨，全程的菩萨，这种境界是得不到的，挺得不到的。现在大家在听的时候啊，不要怪咳嗽啊。在那个不可解除去理解，不可解除还怎么理解？就不解了，不解了。不解是不用你妄想的执着的分别心去分别它，用什么呢？用你那个本具有的那个智慧光照它。咱们这经讲光，经讲照，经讲这好多形容光照。见到自己的光了吗？
咱们见不到的，加普贤三昧菩萨加持的光明，普贤三昧加持的光明来照耀我们，来照我们，来启发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智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华藏四界品第五之三。尔时普贤菩萨福告大众言：众佛子，彼离垢厌障相随海东，次由相随海，名变化微妙身。此海中有四界海种，名散布差别方，次由相随海，名金刚岩床，世界中名庄严法界桥，次由相随海，名种种莲花妙庄严，世界中名横出十方变化，次由相随海，名无间宝王轮，世界中名宝莲花更密云，次由相随海，名妙香艳普庄严，世界中毗卢遮诺变化行，次由相随海，名宝墨严浮床，世界中名诸佛护念境界，次由相随海，名一切色庄塞实验光，世界中名最胜光遍照，次由世界中，次由四相随海，名一切庄严具境界，世界中名宝焰灯。这是十种相随海的第一种，第一种啊。十种相随海所管辖的海，一海所管辖的佛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世界庄。现在嘛，咱们昨天是按次序的讲的很多，今天好多都撂了，经文都撂了，二乘四世界啊，说两个三个就撂了。因为开始大家都懂得了，以后就撂说了，不是那么二十从一从一从，不是那样说了啊。这今天只说十个，包括二十从，就单说十，十个里头就含着一百，就是十个里头一百海，这一百海里头又有十佛刹微尘数的四界庄。十海就是十段，把这十段呢，每一段里头大概都先标能管之海，先定方，先定方，不是右旋，现在是定方。说普贤菩萨跟这个在会的大众，这些大菩萨说：诸佛子啊，比离垢厌障相随海的东，不说右旋了啊，现在变了，文字变化，翻译的变化啊，相随海的东边，所管的海的次第，次第东边，从它从海管到海边，以下有九个海，本来该十个海，有一个没翻译，是吧？刚才念的就是这个九个海。
如是等的不可说微尘数相似含，这十个呀，举其大数。像这样的相似含有多少呢？有十个不可说，有那么多。每一个每一段里头，都分一个它的体。什么是相似含的体？但是这都说的依报哦，以后文宗要加以说正报，正报。其最近的沦为三的相似含叫波离地，相随海的名字叫波离地，世界总叫常放光明。这个世界总以什么为它的体呢？这个世界海以清净洁的音声作为这个世界海的体。先说它最下方，它的最下方有四界，名叫可耐药净光床，有佛刹微尘数的四界围绕。存疑清净佛号呢叫最胜三昧精进会，这佛嘛，佛的德号叫最胜三昧精进会。从这个佛，这个佛刹向上过十佛刹微尘数的世界，与金刚床的世界齐等，与我们这个世界总齐等。第一重啊，有世界名香庄严床，有十佛刹微尘数世界为摇，存意清净佛号嘛无障碍法界灯。这个举的金刚床世界七等呢，金刚床世界就是中阳的香水海的刹总的名字，有十重刹。十重刹，这是第二个相似海啊。以上过三佛刹微尘数世界与娑婆世界齐等，这中间撂了十佛刹，不那么一个一个说了，昨天念的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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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撂了好多，撂了十佛刹。过三佛刹微尘数与娑婆世界齐等，我们这个华藏世界是第十三重，这个东边的经过好多右旋右旋右旋，现在不说右旋了，说东边的，现在这个相似海跟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十三重的华藏世界齐相等，就平行的。那么这个十三重的世界名叫放光明藏，佛号呢遍法界无障碍慧明，也跟我们毗卢遮那是相等的佛号。解释解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华藏世界，这是梵音，是印度原话，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堪淫，也是淫辱那个淫呐、啊。说这个国度啊，这个佛国度啊，叫淫度。为什么要淫度呢？能忍受苦难。这个是世界众生难住于这个大千世界之内，不肯出离。所以叫淫，又叫淫可的意思，淫兽的意思。
这些个菩萨在这个堪淫世界，这些大菩萨他来四化度众生的时候，他能够随缘忍受这些个苦恼，这个世界众生难度，而且苦难非常深。哪些苦难呢？这个众生有贪嗔痴这些烦恼，过患非常的多。有时候光这个世界叫杂讷世界，叫杂秽世界，或者叫五浊讷世吧。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是三讷五趣杂秽之所。五趣嘛，把六道轮回啊设成五个，把阿修罗设成了天人地狱恶鬼畜生，这五杂趣。五杂趣三恶呢是指杀盗淫，这是一个释迦牟尼佛所说话的经。那么释迦牟尼进行教化的现实世界，可不是像前头讲的世界啊，虚空的空的，不是的，现实的，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众生啊，他忍受难居什么呢？施讷，忍受呢烦恼，不求处理，所以叫忍，你看忍。诸佛菩萨到这个世界来利乐他们的，也得受这些苦难。你不受苦怎么能度他呀？跟他视线同类了。那个诸佛菩萨的他的无畏大慈大悲，所以光这个娑婆世界得看一眼。那么娑婆这一个词儿，这个名词就是指着某人所住这个地点，阎浮提。阎浮提这就成为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有100亿个须弥山，有100亿太阳，有100亿月亮，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咱们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入灭了，实际上是幻化的。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没有了，释迦牟尼佛才能入灭。这个世界有，释迦牟尼佛永远不会入灭的，因为他要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那这个世界呢，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三千，成为三千大千世界，在华藏世界里头就叫华藏世界了。现在说那个，现在我们讲这个世界是跟这个娑婆世界平等，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过了好多个右旋的不可思议的佛世界了。现在不那么文字变化了，不那样说了，就把它都撂了，翻译的就把它撂了。十三重的世界上头过七佛刹为神树世界，自这个世界的最上方，最上方，这个最上方的这个世界名着最胜音香，最胜身香，有20佛刹为神树世界为牙，统一清净，
佛号觉分华，中间撂了十层，十层后来又撂了六层，撂了中间把它不说了，不能繁琐了啊。这是这个世界东方第一层海，把这海种啊刹种种成海种的一层一层的，现在把20个减少了，减10个。第二海诸佛则比无尽光明轮相随海外，无尽光明轮相随海外，次有相随海，名具足妙光，世界种名遍无垢。次有相随海，名要盖，世界种名无边普庄严。次有相随海，名妙宝庄严，世界种名香摩尼鬼度行。次有相随海，名佛音声，世界种名善见力庄严。次有相随海，名香闯须弥藏，世界种名光明遍满。次有相随海，名旃檀妙光明，世界种名华严轮。次有相随海，名风力池，世界种名宝焰云床。次有相随海，名第四身庄严，世界种名珍珠帐。次有相随海，名平坦严净，世界种名毗琉璃墨种种庄严。如是等不可说佛刹威神树相随海，以最近轮山的相随海名妙树华，世界种名出生诸方广大刹，以一切佛摧伏因为体。佛名号都亮了，每个世界中都有一佛，现在没提佛了，寡提世界中，寡提的一棒。此中最下方的名焰具床，佛号世间功德海。以上过十佛刹威神树世界与金刚床世界齐等，就是我们娑婆世界那个第一层啊。有世界名出生宝，佛号狮子力宝云。以上与娑婆世界齐等，有世界名依附床，佛号一切智海王。于此世界最上方有世界名宝璎珞狮子光明，佛号善变化莲花庄。第二海啊，在东。第三海诸佛则比金刚焰光明相随海外，都说这个金刚焰光明相随海是以此为中心的向外的扩散的啊。次有相随海，名一切庄严具容石床，世界种名清净行庄严，佛号都撂了啊。次有相随海，名一切宝华光耀海，世界种名功德相庄严。次有相随海，名莲花开敷，世界种名菩萨摩尼观庄严。次有相随海，名妙宝衣服，世界种名净珠轮。次有相随海，名可奈华遍照，世界种名百光云照耀。次有相随海，名遍虚空大光明，世界种名宝光普照。次有相随海，名妙华庄严床，
世界庄名金月眼璎珞，蚩尤香水海名珍珠香海藏，世界庄名佛光明，蚩尤香水海名宝轮光明，世界庄名散化佛警界光明。入世等不可说佛刹为神树香水海，其最近的轮为山香水海名无边轮庄严底，世界庄名无量方差别，一切国度种种的言说因为体。此最下方有世界名金刚华盖，佛号无际相光明普门音，此上过佛刹即闻手术世界，有世界与金刚床世界其等，名畜生宝衣服，佛号福德云大威色，此上与娑婆世界其等，有世界名众宝妙庄严，佛号圣慧海。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除了推广点灯供灯，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成立至今，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供点36,767,314盏，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1,803,2,215杯。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善行与善德，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真理平等无争的光明。此外，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炬的优秀僧伽青年，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无论南传、汉传、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同时在社福方面，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就学基金及生活资助，以及海外急难救助，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免费供应饮食，爱心素食免费便当，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海内外免费结缘173,3488份便当，
宣导吃素的意义，传扬人间慈爱温暖。此外，还有辅导皆有就业，重新适应社会。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老弱病苦关怀，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1889场。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地藏菩萨功德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恭诵阿弥陀经，日期12月25日星期六上午8点开始，恭请湛山法师主法；下午2点于茄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感恩法会，神州中明伽蓝护法仪轨即恭诵妙法莲华经四要品，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湛护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月18日星期二，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3。03989868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Sati Samsung Türkçer akar yeki du Görme bak sonkun ki pöpayi Dame da beyan yena veri Gelekşi pepe mozum yurci Gelekşi pepe mozum yurci茂密的林木间，伴随着悠悠的周啾鸟鸣，微阳的洒落，一片祥和，令人心旷神怡。历史的遗迹弥漫出一股肃穆庄严，诉说着2000多年前佛弟子们追随佛陀教法的蓬勃气象，写实和完美的雕凿出阿旃塔这座古印度佛教艺术石窟。走进阿旃塔石窟，弥漫着浓厚的佛教气氛，而壁画是阿旃塔石窟中最为人们瞩目的艺术，被认为是印度古代壁画的重要代表，更反映了印度古典艺术的美学思想。阿旃塔石窟的壁画是印度古代绘画的宝库，早期的壁画最古，此期壁画的构图大多为横幅长条形。Thank you.
阿旃塔石窟的壁画辉煌壮观，精美绝伦，在中期时非常显著。当时正值极多王朝古典主义文化的黄金时代，佛教美术也达到了鼎盛期，创造了大量极多式的雕刻绘画。随着古风艺术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画面构图更为壮阔，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占满，布局紧凑和谐。此时期各窟的前廊、天井和列柱所存的装饰壁画也都设计奇妙，想象丰富，色泽鲜艳，对比强烈，如卷云、蔓草、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阿旃塔晚期的壁画基本属于公元七世纪前后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窟保留比较完整，为阿旃塔壁画艺术最盛期的一作。第一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皆较大，最著名的是持青莲菩萨像，妙相庄严，头戴宝冠，肌肉匀称。लेफ्ट हैंड के फिंगर में एक मनी पर्स है और राजा के राइट हैंड में एक वाइन सॉसर है। राजा के दोनों के सामने阿旃塔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于东方佛教所曾传播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